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无极式，即是一个喜式。咁呢个喜式有咩用处呢？喜式呢都是用前丹田后丹田嘅，一松一紧，一收一放，咁令到血液循环，亦都可以令到腰椎同埋膝头哥呢是比较有啲活动啦，将嗰啲筋啊比较柔软啲。咁我哋当然啦，要膝头哥呢唔好跪得太低，係因人而定，可以爆多啲，而爆多啲呢膝头哥个顶膝呢就会好啲。我哋係要点样爆呢？你都顶膝下。咁样爆呢係用肚呢係好似吞嗰个拳头向后并门爆出嚟，后丹田，前丹田呢就向后吞。好啦，个手呢就要用同埋个涌泉啊，同埋个脚踭咧系肚向后咧系向前行出去，行完咧我系要松趴，换句话嚟讲咧向后坐塔腰，前只手咧要向前挤，挤完咧膊头往下走，往下掌根往下，慢慢往下按，按喺个趴旁，两手往下吸气。这个时间呢我就是放松松趴，向两个手向前一挤，慢慢膊头往下走，往下掌根往下，两个手去到趴旁，我们不要趴身下，要立身中正。好了，用涌泉脚吸气，将肚收紧，向后下面按，好松趴坐下去，膊头往下，掌往下，往下按，最后轻离地地。好啦，我在这前面做多次了。好，那我们立身中正，两个手往下垂，我们要做到虚灵顶定，两左脚向前向左迈步，两手向前行，我们手和丹田前丹田有一个平静，松趴按好，向前挤，膊头往下走，往下两个手往下按，好吸气，轻轻松松下，不需要太紧张，好坐下去，呼气，要做几耐呢？我哋最好咧就系最少做十五分钟，通常咧我都会做半个钟嘅。咁我后面再同大家讲。左脚开步，好啦，我哋呢个系换嘅，平时都冇嘅。我哋要爆出嚟咧，系要松胯、松腰同埋大腰，就唔系一个用嘅。好 ，OK， 放松。共同去努力这个时间去抗疫。今天的无极式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节再见，拜拜。